不是你们的亲密的关系啊，那个梦中的妈妈是什么？什么妈妈吉他？妈妈送我一个吉他，送我一个吉他。既然你们两个都是才子嘛，对啊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来合作一下？哦，他们是才子，我们是家人。不是，我们是歌手啊。你是歌手，确定？那怎么回个出去？没有，我马上过去啊。那老师，我跟你讲话，你们知己的在那边呐。两位会乐器吗？哦，我会。哎，以前没白相，两个拢做搞瞎瓜的呢。真的吗？哎呀。我会晓，但是阮师傅比我阁较高淡薄啊。没有，既然讲到吉他了哈，啊，我大家也合作看看呐哈，就是得用吉他来唱一下妈妈的歌了，好不好？人家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我偏家的妈妈都是一样的。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我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。不管风吹雨打，无论亲戚或离家，我的妈妈从来不放假，工作为了家，厨房是她的天下，狮子头还有红烧鸭。我是刚刚都这样呢，搞推几百啊！恁三个唱歌好坏，大家唔知呀。既然来讲好音，哎，咱拢莫出声吼，咱大家拢歇困歇困啊！啊，告诉谁呢？啊，去变奏去变奏吼！食饭个食饭，恁三个天下的妈妈一百七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我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。啊，那不尊神呢？三个人要三步合音呢、啊？三步是啊。我是三步五十，点点，天他就叫我们不要出声音了，不要出声音啊！对，今天给吼有为这个国外的朋友来，超级夜总会词汇堂弄每个绕口，好五步合音，五步合音，好了，那太难了啦，啊，太难了你，对啊，我们两个也准，我讲，不要乱比好不好？瞧不起人呢，比说比那个 Kamala 想，他真的不会唱，才站在那里。我们两个先试过。喝什么？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哦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哦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。傻先生找我有事吗？三个男生三步，哦，三个男生。天天一百七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哦，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。你俩去那个地耶？我们去什么两个？你要唱第二部啊？我能有合音呢？那我唱另外一部吧。天下是爸爸都是不一定。我要唱不一定吗？啊，那算，反正你也没有音乐细胞，真的，没有音乐细胞，你好好认真，好不好？你好，北南。